好来继续来看，同款伫个金门的郭台铭，一透早是登上这个太武山，讲伊53年前做兵的时阵，冇来过这个所在。啊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益来揭料，讲郭台铭已经准备800台的团军机，准备要开始来联署，要来选总统。郭台铭是回应讲，希望媒体会当平行报道，嘛爱甲重点放伫伊所提出的金门和平倡议。在八里山炮战6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有金门县局长洪欣典陪同，爬上台武山。我们老蒋总统、蒋中正，其实这4个字，两岸关系本来是变大好，现在又变成回到在当时的情景，真的是感触很深。提出老相片，怀念当年做兵时，郭董强调，来这是为着要想起前总统蒋中正鼓舞军民的精神。不要战争！不要战争！唔，那直直咧聊爱和平、卖战争，过当会经过美丽会生活边，再会更闹含气。大度能人，能容天下难容之事。笑口常常开，笑天下可笑之人。可笑之有之。敢是伫咧讲，即摆大选局势，郭董的笑笑无加做回应。啊，伫咧爬山参拜过了后，郭台铭嘛紧上台演讲，不离过。虽然台下有出现抗议民众，不过无影响郭台铭的决心。若台海两岸真有战争的必要，飞到制胜的那一天。绝不罢休。啊，郭董那在金门动作真多，到尾3大报纸头版半夜广告，敢若有影真正要参选？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益嘛提郭董的联署规划书，揭露郭董的已经开始在咧动员联署。郭台铭董事长其实已经透过关系买了将近800台的传真机，他也针对台北市的地方的里长，甚至于地方的人物性代表。那都会提出希望他们帮忙联署，这一张就是联署大家知道的啊，郭台铭的台湾阿明联署规划书。知道基层的里长来帮你联署，我是希望今天待会报道说一定如何要平衡一下，都不报道我这一篇讲话。郭台铭准备好势，等台视机公开表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